林佳琪自曝掉300万婚戒帮女儿 A 玉镯。新手妈妈林佳琪今天为玉世家佩戴高达5200万顶级翡翠镶钻套组亮相。很久没有戴这些美丽的东西，没有错。同时，那个奢华的心情如何？啊，做这个工作真好。但要他自己买一个翡翠来戴戴，他却不敢。我现在连平常的饰品都不太戴，对，几乎都不戴，几乎全身上是空。因为以前有丢过很多吗 ？N 个，不老是重要的吗？结婚戒已经掉了。啊？怎么办？妈呀，他丢的可是价值300万的三克拉钻戒。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，第三个月的时候，因为孕有点身体不舒服，就我瘦了大概快3公斤，然后我连石头都瘦了，结果好像在我一次上完厕所擦手的时候擦掉了，在外头吗？在外头，就来回跑好几趟，所以我大概找了半天以上就走不回来。怎么办？Michael 要补送吗？因为他看我一直哭啊，所以他就只能够安慰我。对，听起来有点哽咽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因为你知道那种纪念性，对呀、啊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就后来就安慰我说，戒指再买就好了。有买吗？没有。他真的要我买，我还不敢买。但帮四个月大的女儿酷酷 A 饰品，他就很敢啦。我那天试衣服的时候，那个小姐跟我讲说，哦，我们有给小 baby 戴的玉镯。我说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就戴。她真的戴了，就把照片传给外婆看。外婆要买礼物了吗？啊，好漂亮。